今天带大家看看禽兽君是怎么玩游戏的。找了个沙漠飞的房间，开局就冲中路，这么嚣张吗？那么也没得你。你的鼠标。给他换上了我的鼠标，增加难度。和他 battle 了一顿8+1，用我的鼠标这局打个满星连杀。没关系，才杀三个而已。可恶啊，被他撞到了。运气好而已，有本事你中门鸟个狙来看看，真是一刻都闲不下来呀、啊！注意看，眼前这个男人叫小帅，他为什么叫小帅？因为他长得太帅了。你的是小帅的脖子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猎队笑嘻嘻，死了玩手机吗？他有一张嘴巴和一个脖子，这还不是最神奇的？最神奇的是小帅的嘴巴竟然长得比不下，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男人。注意看。这种人居然也能玩好游戏，这顿8+1我输得太不服了。